小猫身上有跳蚤怎么办？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当我们发现小猫身上有跳蚤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进行驱杀跳蚤的操作处理。而对于小猫来说，由于它们体重比较轻，所以在选择驱杀跳蚤的体外驱虫药的时候，就需要根据小猫的年龄、体重选择合适的驱虫药。通常体重超过1公斤、年龄超过3个月龄的幼猫是可以选用合适规格的驱虫药进行驱虫杀跳蚤的。但如果小猫是低于3月龄或者体重小于1公斤的幼猫，就需要到专业的宠物医院，在大夫的指导下选用合适的驱虫药，合适的剂量驱杀跳蚤。对于小猫生活过的环境，也需要喷洒一些专杀跳蚤的驱虫药喷剂，比如选择含有非泼罗尼的外喷喷剂，可以有效的杀灭环境当中的跳蚤卵和跳蚤。